听故事，想看卖命运的创治，请听建渠法师的浮生一日凉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个人买花来供养佛陀，哦，非常非常欢喜啊，拿着一束花来敬佛陀啊，哈，好，看到佛陀的时候呢，一个白莲花，哈，拿向佛陀，你讲佛陀啊，啊，请你指点迷津，哈，跟我讲安怎样得到解脱。佛陀呢就微微的笑，一个讲啦，讲啥呢？放下。哦，这人讲挥放下是吧？呵呵呵，好，赶紧挥放下。就合掌合掌，又痴痴的哈，虔诚的看着佛陀，要佛陀安尼你当跟我讲，安怎会当得到解脱？佛陀又微微的笑讲，放下。哦，就放下是吧？哈，他原来合掌，他又放掌啊哈。仍然痴痴的虔诚的看着佛陀，佛陀，你今麦会当我跟我讲，安怎会当得到解脱无？佛陀赶快又微微的笑，改讲啥呢？放下，我已经放到无啥物会当放下，我的手已经放掌了，要放下什么呢？佛陀讲，要得到解脱，放下，放下，不是只是放下外在的物质，重点是让爱将咱的内心的执着、烦恼放下。哇，这个人终于大彻大悟啊，非常欢喜。我讲的是啥？供养，就是布施。布施同样的，我们那是透过布施来放下外在的物质，更进一步的是要来放下咱内心对这些物质的执着跟烦恼。啊，希望大家会当啊记得这个故事来的放下哈，只要有烦恼有不愉快，那个安怎？放下啊，相信，哎，这个快乐加幸福，好，一定可以感觉得到。